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被粉丝问这样的问题。土豆是你什么？男朋友还是老公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今天我们来玩可爱的森慈给我做的地图，板拉来玩，加个好友好吗？那我先看看你的地图。今天关的就不是板板拉了，而是小猪猪。这边还有一个板拉之墓，很皮呀，小云团应该可以踩。让我看看下面是什么，还是猪？好吧，这猪应该都是送给我吃的吧。这是板拉，好歹也做点人做的事吧。这个蛋糕就留给你们吃吧，多吃点长高高。我还是去跑酷吧。希望芭芭拉来我的地图，作者森慈，看看公告后面有没有东西。没有箱子，啥也没有，那就先平平无奇的去跑酷吧。这是什么跑酷？还要下地洞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仓鼠打洞呢。全是百拉520，有点喜欢又有点吓人。从这里上去，懂吧？不懂。好吧，懂了。一箱子藤蔓，这太多了吧？这得让我爬到什么时候啊？ 2000 years later. 此处忽略10000个藤蔓，这高度有一点特别，不用想就知道，是250。开始提问环节，第一题，百拉可爱吗？可爱，超可爱。我当然选超可爱了，果然选对了。哎，这里也可以过去。作者是谁？森慈和千墨，肯定是森慈，我可是记得的。啊，两个都是对的，要不要这么过分？百拉美不美？美，超级美。一般这种题目我都是选超级美。啊，也都是对的。这是土豆是你什么？男朋友还是老公？我去，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？妈呀，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？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想从这里跳下去，不过这个是250层啊，太高了，没脸了，怎么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？不行，我要用藤蔓从旁边爬上去，我才不选呢。老公就是，哇，要这么惊讶吗？男朋友这边就是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他觉得土豆是我老公？公，出去看下面，下面什么也没有啊，这应该是有空气墙方块，有藤蔓，慢慢来。行，那我慢慢爬，应该是爬到这个里面，走这里前往真正的观战台。这前面是观战台吗？还真是，可啥也看不到。这是一望无际的寂寞。看完之后跑酷吧，我懒了，班拉你自己建吧，不可以作弊哦。自己建就自己建，拿上箱子里的方块。还记得以前建空中房子的时候老是掉下去，这次可不会了。终于建完了，就是懒了作者，辛苦了我。下去吧。这能下去吗？这么高下去还不得摔成肉饼子啊。我来瞅瞅，520爱半拉。哎，幸好有个比较大的水池，这就是他刚刚说的观战看的彩蛋吧。从这下去解密一次开始。咦，这是哪儿？还要拐弯啊。拐弯上去，然后前面结束。不是吧，你这解密这么敷衍的吗？我第一次看到比我还敷衍的人。你们第一次做解密都这样做吗？算了算了，我还是直接去终点吧。板拉加我好友好吗？求你了好吗？一起玩 OK， 一起狙击，送皮肤，好酷。其他没了吗？还有一颗星星，你后面的关卡才知道在哪里。可是我还没有去就结束了呀。